一摊一打，就是摊打，同时加上转码，这就是转码摊打。在转码摊打的时候呢，一定要配合马步腰马的配合，一定要配合身体的转动，让这个拳头还有摊手顺势甩出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转码摊打需要注意的细节。摊手，手指并拢，大拇指靠近指臂，肘尖靠近中线，指尖对应自己的肩膀与中线的中间，肘尖的位置与身体有一个拳的距离，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不要贴着，要伸出来。拳呢，要从中线打出，